现经典刑侦剧系列《法证先锋》宣布开拍第四集，四哥谢贤戏瘾发作，主动请缨向总监剧美小青自荐演出，且未要一分钱片酬。82岁高龄的他，时隔多年后再战荧屏 ，TVB 方面也立刻安排了一队人马来伺候他。但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婷婷还是不放心，特意请来年轻帅气的菲律宾男保姆，24小时照料父亲。谢贤外表虽然看似健壮，但有时记忆力不大好，他曾经在节目中坦言记性差，已经3次做饭忘记关火，险酿火灾。据港媒报道，谢贤复出拍戏，儿女非常担忧，所以特意请来年轻帅气的菲律宾男保姆，24小时照料老父。在港媒拍摄的照片中，该男保姆身穿白色 polo 上衣、黑色裤子，长得高大壮实。重要的是他非常细心，远远地注视着谢贤的一举一动。而谢贤穿着一身黑衣，外加灰色外套，一马当先走在前头，很有范。而请男保姆的举动也让不少网友大赞谢霆锋兄妹俩照顾父亲很用心。